好，在这一边我们要讨论的是 SPM 2020的 Paper 2的那个第一题，它让我们 solve simultaneous equation， 然后 give your answer correct to three decimal place 三个小数位。So 我在这一边我有三 p 减 n 等于一，然后我把这个搬过来，这个搬过去，所以我就有三 p 减 e 等于 n，n 等于三 p 减 e，这个是我的 equation one。然后我的 p over n 加 p 等于二的时候，我全部一起乘 n， 乘 n， 乘 n， 然后我的 n 跟 n 越，所以我就有 p 加 np 等于二 n。然后我把我这个搬过来，so 我就有 p 加 np 减二 n 等于零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two。我 sub 我的 equation one into 我的 equation two 里面的时候，我有 p 加 np。减 2n 等于0的时候，等下这一个我 sub 进去，我的 n 是 3p 减 1p 2 3p 减 1 等于0，所以 p 加 3p square 减 p 这一边 3p square 减 p， 然后减 6p 加2等于0，所以我就 3p square减 6p 加2等于0，这个 p 减 p 没有了。好，接着呢，在这一边我要找 p 的时候，减减 6，OK，okay， 它变成6，加减 square root b square 减6 square 减 4ac， 然后 per 2a， per 2乘以 a， 23。So 我在这一边，我用计算机，然后 equation quadratic equation 三等于减六等于二等于再等于 ，so 我拿到的是1.577。OK， 还有我的这一个 p 呢，会是等于那个0.426，所以在这一边，这一个是1.577。0.42，它要 three decimal place 哦，three decimal place 这个时候我就要进位了，0.423。好，然后我再 sub 我的 p 等于1.577 into equation one， sub p 等于0.423，然后 into equation one。所以我在这一边，我的这个 n 等于三乘1.577减一 ，n 等于这一个三乘0.423减一，所以我在这一边，它这一个是 3αx 减一，然后 CLC 1.577，我放进去，我拿到的是3.731。3.731，然后在这一边我 CLC 0.423，所以我拿到的是0.269，所以在这一边我的 p 等于1.577，0.423，然后我的 n 是3.731，然后0.269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边我的这个答案就拿到了。OK，so 我 p 本 n 加 p，p 本 n 加 p，so 我在这边y 本 x， 我要检查我的答案 y 本 x，OK，p 本 n， 然后加 p， 加 p 加 y 啊，加 alpha y。然后我放这个1.577，然后3.731，它接近二，然后0.423，0.269，我放进去检查答案也接近二，所以它的这个第二个 equation 也对了。好。这样就结束了。